他妈任何。我帮你把项链解开啊，要不然睡觉不舒服。孙姨，啊，你上来一趟，帮我把朋友的衣服换一下，好吧？换。姐回来了？没有呢。哦，妈，你在等我姐呢？我姐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？就那乌鸦嘴，讨厌！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姐多大岁数了？多大岁数啊？你赶紧睡觉去，别管了，去睡觉。行，那个你也早点睡觉啊，妈。啊，去吧去吧去吧。行了，那我去睡了。行了，老三，你个流氓，你趁人之危，你说你要送我回家的，我是要送你回家呀，就是你走在半路上你就吐了，我就把你带回家里，然后你到了我家你就睡着了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一看你睡得香，所以这我衣服呢？洗啊，这是他给你换了，你给我换的？不是我给你换的，是我们家孙阿姨给你换的，我就是帮你洗了衣服，而且做了早餐。天哪，我承认我以前也带过别的女孩回我们家，但我真的不是趁人之危的人，尤其是对你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在抽屉里，我怕自己回头看，我看你睡得香，就给你关机了。现在没电了吧？充电宝。就把我急的，你看见着他我就对他不客气，急的我这身汗。你看你急的，冷静冷静啊。哎，李尚，你李叔叔和花姨来看你来了。李尚，李尚，快开门。
静下来，有什么事儿问清楚，千万不能再闹僵了啊。在案呢。哎，花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金娜丢了。金跟你要人来了。金娜怎么会丢呢？跟你出去了这一晚上都没回来。哦，没有，阿姨是这样的，金娜那个昨天有个手术，一定要她去，然后她就去了。那打电话关机，你也不打一个？我是觉得太晚了，怕你们休息了。你放心吧，真没事儿。我是昨天晚上等到后来就睡着了，这一早上一睁眼，我一看还没影儿啊，我就找你李叔来了。我说这得找你来要人呢。你放心吧，阿姨，金娜没事儿，估计是电话没电了。哎，对对对，真回医院了啊！真回医院了，我送你回去的。这回搞清楚了，那你回去吧。啊，来都来了啊，对，来都来了，那就进去看看吧。就是，请，那个你带路。哎，好嘞，哎，花姨李叔叔，哎，里面请。哎呀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，拖鞋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没事，有人打扫。哎呀，客厅啊，对，真气派。这边可以吃饭，那边有个小花园。哎呀，没事的时候跑跑步什么的。哎呀，是吧？楼上还有。啊，对，楼上是卧室。是，一般都是这样。对，下边厨房吃饭会客，然后楼上就是睡人的地方。挺好，上去看看吧。哎，不，花爷，楼上，不方便呢？没有，不是不方便，怎么会？我就是刚睡醒，你看我这那个还没收拾，特别乱，我不太好。没事儿，都这样，年轻人，金波那更乱。这李叔那楼上搞得可好了，我瞅瞅你这儿。啊，哎，花爷，您慢点，没事，不是您带路。哎呀呀呀，你慢点。快点！这边是卧室，那边有个小凉台，特别乱，上面还有阁楼。那边书房可以看一看，去那边看看。香水味，香。我打的香水味，平常特别喜欢健身，也容易出汗，所以。这是什么？洗手间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那个这洗手间这门呢坏了，所以打不开。坏了就修了。澡盆子真大，洗俩人都没问题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这个我是特意在法国他们订的。这玩意儿还法国订啊？啊，质量好，太奢侈了。走，这，哎啊，阿姨，那边是书房。对，那边是书房。啊，不用看了，走吧。啊。待了很久了，这看看花花，书房没什么好看的。啊，你看你李叔把我说的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意思我什么都没见过呗。不是，这花姨，要不然我们下楼喝杯茶吧？走，不用了。还喝吗？可以的呀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。他还要收拾房间呢。对啊，对对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